是我，你真漂亮。真的吗？没有你的语文课代表漂亮吧？你特漂亮。那是我漂亮，还是伊萨亚的小护士漂亮啊？你最漂亮，你漂亮，全世界的漂亮，你占99%。剩下的所有女人平分了1%，你说你多漂亮？大木泽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猜啊？一般会问反问句的男人，都是有着丰富的恋爱经验。说实话，你谈过几次？你这都听谁说的？请正面回答。你炖过排骨汤吗？我跟你讲啊，炖排骨汤要先开大火烧开，然后小火慢慢炖，要炖好几个钟头，越炖越香，中途会路过很多很多人，等到一大锅汤变成一小碗的时候，哇，那碗汤的色泽、味道、营养都是最丰富的。那碗汤只给一个人喝，那碗汤是给你喝的，下厨懂吗？我就是那碗排骨汤，你只管喝汤就好了，就不要管炖的过程了嘛。梁队长，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会说土味情话呀？咱俩到底是谁给谁下的麻药？谁给谁下的不一样，反正都是咱俩。我告诉你啊，从那次我毫无防备的在你身边睡着，我就知道完了，完了，老梁木泽以后就是下厨的人了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